人在做，天在看，看什么？看你的心，知道吗？你骗不了人，心骗不了人。你的作为也许糊弄别人，人家哦，那真的还假的不知道，但你的心糊弄不了。所以这些呢，都会被列入参考。你说真的假的？别骗了。对了，就骗你可以吗？宁可信其有可以吗？因为对你只有好没有坏，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，对你只有好没有坏。哦，这个红尘的事很难说的，你现在看绝对，做下去就不对。那想说，哎，那不早知如此就不当初就不要那么决定，但已经来不及。有听过覆水难收吧？有，是不是？听过。这个一旦就成局了，就没得谈。所以一次成了局，两次成了局，三次成了局，第四次连天都对你没信心。是，所以我就要讲。你入超马，你学习超马系统，你获益，你就应该为自己，立命听过吧？有没有听过立命？好，要不要为自己立一下命？要不要为自己立一下命？要，是的。你能够为自己立命的时候，就代表渐渐的你可以。改写你的人生，开始有可能性的突破的时候，但是说时快啊，做时还是要一步一步。所以重点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态。所以像我们讲爱与感恩，爱与感恩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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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那么久，到底是真的这么想呢，还是就是说说而已，对不对？像你们在讲的什么？我也没有要求你们一定要讲这句话，有些学员很激动的，从此说了，一直说了，对吧？至心归命顶礼太阳升的导师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说？有。你知道你说是要负责任的，至心归命顶礼，命都可以，是不是？那你还有什么不行的？是不是？这句话是很重很重的誓约了，你要知道。知道，阵阵飘来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问题是，事情到你就不知道，知道，对不对？考验，考验，考验来你就不知道，知道。不过我跟你讲了啊、哦，至心归命顶礼，探生老师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承受这么大压力，明天你就改写，至今顶礼 ，OK 的，是不是？闺蜜拿掉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这个要讲实在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天天至今闺蜜顶礼，到后来就不是至今闺蜜顶礼什么劲儿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就要为天地负责，知道？对不对？对天地负责。所以，当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。你的积极奋发，那有时候还真的是一再说你是发光发热的这个发光体，是不是？你就真的卯足了劲，冲啊，往上提升，自利利他。